大家都看过了 Bellroy 最经典的轻薄型的 No Sleeve 之后呢，如果你以为只有这样子，那你就错了。因为 Bellroy 知道现在你的需求，喜欢旅行，喜欢男生一网打尽的带上自己所有的家当，所以桌上的这两款分别对应刚讲的两个需求，适合让你自己多买一个，更适合买来送你的男朋友、你周遭的好朋友都可以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这个 Travel Wallet，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里面可以放的是护照，但它跟一般的旅行用的皮夹非常的不一样。第二个是它有两个夹层，所以可以让你放两个国家不同旅行地跟你自己本国的钞票，当然还可以放任何的卡夹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常常都要写一些入境的文件吧，中间还有一支笔。那介绍完 Travel Wallet 之后呢，另外一个东西男生都很怕随身拎拎弄带很多的东西，包括眼镜啊、手机这一类的，这个 carry on 就是要让你把所有的家当都装在里头。里面现在已经装了一个什么看不出来吧，装了这只手机在里头。最重要的是，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卡片，或者是临时到了目的地之后想要换一个小皮夹，本来吸附在皮夹上面的这一个随身皮夹还可以再对折，一样可以轻松松放在任何的口袋里头带着走，轻便好用，这两个包包特别推荐给你。